古力图小剧场。哦，赵姬现在都吃什么啊？不会是花就对了。Oh man！ 他们都吃小米、地瓜、番麦，当时还没有稻米，所以他们只能吃这些。可是我看到好像有豌豆哎，但那是我们家乡的，而且好像没有开放给汉人种植哎。那是咱们借来的，也可以说是荷兰豆。哦，那应该叫做进口的吧？是啊，大卫。我叫威廉，跟你讲几次了。